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为啥子自贡人做出这类冷吃系列又简单又好吃？花30块钱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我同款的麻辣鲜香冷吃鸡脚。鸡脚对破再开，姜葱，放点老白干，煮15分钟，把鸡脚煮趴。爆鸡脚啊哈！哇塞，马上扛冻。炒冷吃鸡脚准备的配料很简单啊，放姜葱，把鸡脚炒香过后就可以放这个了，专门的冷吃调料哈，所有的香料调味料都不用再放的，即使新手小白你也炒得来，直接准备一包这个冷吃调料，而且现在是29块9有3包哦，平时炒一点冷吃牛肉、冷吃鸡、冷吃腿，夏天在家里面追剧吃鸡都安逸得很，也可以囤3包搞干，再加点鸡精、干辣椒碱一起炒香。撒一把芝麻就出锅啊，是不是特别简单，自己在家里面花几分钟就能吃到新新鲜鲜的冷吃鸡脚哈。夏日在家做的追剧小零食冷吃鸡脚哟，一口一个啃起香得不得了哈。如果你也想要我的同款鸡脚的话，直接就是29块9拍3包冷吃调料，下方小黄车你也可以自己做来试一试哦。